这个送你吧。课堂需肃静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哎呀，子午。哎，你看，善后，天塌运见。好了，今天的仙法课就先上到这儿，散学吧。表哥，碧琼还有一事不明，能否请表哥留下来为碧琼答疑解惑？这修习非一日之功，需要循序渐进。方才说了。要为各位减负，岂不是食言了？散学。恭送神君。嫂嫂，嫂嫂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哎，先走了啊。哎，狄兰君。啊。你这几天住在哪儿啊？你不会天界兽界两头飞吧？啊，没有，子无给我找了个新住处。哦，这就是你来天界的目的呀？哎呀，看破不说破啊！快去，走了，走。